鼻毛外露或是指甲都是垢，写写鼻毛或指甲，鼻毛外露或指甲都是垢。来给镜头看哦。恭喜过关，往前走走走，来走走走，哥哥，手掉手掉，这懂吗？赶紧你就照我的。终极二选一，讲完之后就写答案。鼻毛外露或是指甲都是垢，写写鼻毛或指甲，鼻毛外露或指甲都是垢。来给镜头看哦。恭喜过关，往前走走走，来走走走，哥哥，手掉手掉，这懂吗？赶紧你就照我的。终极二选一，狐臭或口臭，请选择。来给镜头看，答错，往后排队，没有一样。好，终极二选一，拖鞋脚指甲太长，或者是拖鞋脚很臭。要选一个是吧？对，选一个。好了，一个赛，拿错，怎么会错？往后。来，结果。慢点慢点。终极二选一，住闹鬼的豪宅或者是流落街头，请选择。闹鬼豪宅或流落街头，写个意思知道是什么。好，好，来请揭晓。恭喜过关。怎么走？左边吗？终极二选一，一年不洗澡，或者是一年不剪指甲。来，请揭晓。不关。太适合我的题目。完全知道你要选。来，长得好看但没有钱，或者是长得丑但很有钱。长得好看但没钱，或长得丑但没有钱。长得好看没钱，不关。找到，来站这边，两个人站开一点，站开一点，站开一点，两个站开一点，站开一点。好，这边是默契联想题，一想到早餐店会出现的餐点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好，先开。好，先开。蛋饼。不一样。好，再来。没人。一想到玉米做成的食物，会想到什么？加工都可以吧，哈。对，好亮。玉米，放牛蛙。不对，好。在电梯里放水屁，或者是脚踩到狗屎。来，请揭晓。水屁过关，好，快走。来，请走。哎呦。深吸慢吐，深吸慢吐。一想到文具物品名称，你会想到什么？啊，圆珠笔，铅笔。好了，我刚买要写铅笔的，对不起。一想到 T 开头的单字，你会想到什么 ？T 这个。好，好，亮出来。T 恤，好，来，再。一想到台南的景点，你会想到什么？